台语歌，今天都是创作歌曲啦。那有一些是国语的歌词写的，有一些是台语歌词写的，大部分是台语，我的母语是台语，所以如果这个台语不太经手的哈，就多包涵一下，然后看一下字幕，尝试一下了解这样。好，出来音呢，这个是在讲我在离开故乡的一个心声。好，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第一首歌，出外的孩子，出外的孩子，请给一点掌声，谢谢。我要来去山顶饲鸡仔。